就讲，讲嘞，请坐。咱手头有两篇，吼，我所写的物件吼，带先来看吼，来读这个啊，国民党政权的宗教迫害这篇文章啊，这是真简单啦，因为有汉字写，所以袂当写真详细，含两千字，其实拢超过吼。咱、对这篇国民党政权的宗教迫害。啊，因为六十五年来，安那对待台湾的宗教？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伫1945年用中华民国角色占领台湾，台湾无光复啦，哈、啊，是占领啊！啊，一个带入去，换一个陷塞来哈！啊，迄、时台湾人啊，感觉心内安尼渐渐自喜，就是讲回归祖国了后，应该会当甲中国人平起平坐了。想不到1947年发生二八事件，堕杀台湾人精英的惨案，台湾人才对回归祖国的恶梦中惊醒，所以祖国梦这件事才醒来，深切感叹一个带入去换一个陷塞来，的无奈啊！1950年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打败，带着60万军队甲上等的人民逃亡来台，走路去第二，以军事统治殖民台湾，台湾甲今仔日吼，咱这老百姓，除非军功告成以外，要让人当作次等国民来看待。哦，人因安尼做米虫不要紧，薪水领遐济，18%以外，吼安尼油洗洗，咱着安农民工人做牛做马，实是真无奈吼、所以无法度。第二，以军事统治殖民台湾，将之和单纯的台湾宗教生态啊，以 ecology 批变。这个用戒严令实施军事统治的政府，表面上强调政治甲宗教分开，实际上却维持一个政教不分的国家主教。哦，这伫学名叫做 state confucianism。譬如讲伫台湾各管区，这都叫讲过设置孔子庙。任命孔子后裔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每年到28日教师节举办祭孔大典。祭先是牛羊，台湾人也唔敢用牛咧拜拜咧啊。祭师长就是总统、内政部长、各级的官市长，以及用四维咧纪念体甲八德中孝人来信义和平为教条，要求学子实践。目的是咧塑造顺民意识，啊，更加有真正就是将党国一体三民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哦，这 political ideology 该绝对化，意识形态未使绝对化，啊，绝对化拢独裁啦，哈、对安尼形成三民主义教，哦，我讲三民主义教无唔对啊，哦，孙中山是教主。啊！伊个圣经是三民主义，伊个教条是国威教，伊个信徒是国民党个党员，伊个礼拜时间是周会、月例会。哦、啊，伊个世界观足矮，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啊，即拢属实个啊！啊，所以三民主义教，任何宗教个迄落伊拢有啦。啊，伊个政治意识形态吼、用安尼先形成一个宗教。国民党政权个新皇帝崇拜，称呼严明领袖主角是阿立正哦。哦、周月例会的黄孙文。行三个局中咧，佮着宣读国威教的铁骨哦，皇帝铁骨由此成立啦。即种的政治背景，对伫遐个深具社会影响力的教团，当然来个敌视啊。无我这三民主义教，咱会当实行啊。所以咱去做兵的时阵，无用文理有一贯的经验，就是安尼。台湾民间信仰哦 ，Taiwanese folk beliefs 是台湾社会民间基层人口、河洛人佮客人的传统宗教。长久以来，的确深深影响台湾人的礼俗，塑造台湾人的社会价值观。国民党政权看准这点，因为安尼利用甲监控相关之下，上面要甲你利用，上面要甲你监视啦。就利用来讲呢，就是伫台湾各地出名庙宇，蒋介石、蒋经国拢上边啊，李登辉嘛有啊，来拉拢人心啊。
迎新赛会时，拜楼来写来插因的因的国旗啦，吼，因的党旗啦，哦，啊，甲书写反共复国口号，哦，像讲消灭共匪、光复河山、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几拍着，这甲拜拜有啥物关系？啊，拜楼就安尼先写，啊，以外顶头行列嘛出现，就蒋经国徛伫反共台这个大炮边啊的火车顶头。这我无白讲的哈，因为我有这个幻灯片做经济哦，哦，西港啊做酒，伊顺台南的这个西港啊三里一边的王酒客家朱浙江的，拢有啊，拢有。你若无安尼，伊就唔互你养老这啦，啊，禁止集会游行法啦，啊，啊，所以上北大这点都拢看得到。至于监控方面，就是强迫各地庙宇加入中国道教会，哦，民间信仰都唔是道教啊，是靠道士咧。超多啊！咧做酒哦，对，迄落安尼个呀吼。对安尼，利用即个组织来指导中国庙宇做国民党选举的条啊卡。哦，所以真害啦。加上收买各地庙宇的理事长、大角头、主事者做伊个细胞，派遣军警监控、迎新赛会活动等等，真正是无所不用其极。啊，有的人较有志气，唔爱做，就罗马来做啊！啊，即马迄个中部哦，海线、沙拉、迄大角头、颜清标咧做啥物？做大甲妈祖庙的董事长，啊，一个妈祖好好吼，啊，满面全豆花，互一款人咧指导，啊，佫足袂见效，国民党个要员啊，那老日佮佮伊行做伙，真袂见效，啊，乌白不分啦，啊，就是安尼先。作为台湾民间教团之一的朱宗信教，就咱讲的乱堂啦，国民党政权嘛无甲伊放过。本来呢是一个，这个教团是努力用夫妻鉴别杜作神书，啊来劝善啦，哦用儒教 religious confucianism 的高热道德伦理来教化社会大众，但是嘛互这个政权甲参透甲镇压啊施压。你若要应神书不要紧。迄、那个第一吼，来给我定在蒋介石一遗录，甲蒋总统遗录哈，蒋建国的遗录，你捌看过无？我也有哦。哦，第一下拢蒋总统遗录，到尾互你出咯。那无吼，伊就唔好。哎、欸，拜托咧，宽心甲蒋总统遗录有啥物关系啦？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吼。啊，所以吼，对安尼儒教的精神。受政治污染，孔夫子嘛，因为安尼是满面全豆花，不教是台湾社会重要教门之一啦。国民党政权对伊的迫害甲利用，通讲一半一半。根据苏水章啊，即位学生辈啊，甲即个韩正中两位学人的查考啊，伫即个专制政权白色恐怖统治下面啊，真济出家众被杀，互人掠去监禁。以致被逼逃亡者比比皆是，我敢若简单讲几个呢，尔呢，毋是讲国民党无迫害不够呢，有呢，啊，譬如讲台湾是主持正光法师，伊日本留学的呢，啊，伊的俗名叫做高吉德，敢若一个朋友讲伊有红色的，啊，甲共产党有关的，来甲伊带，安尼甲掠去枪杀，恁知影无？台南市开元市正后的主持哦。正老主持高吉德，家己也去枪杀。1955年，他甲枪杀。修和法师，予人关于颠覆政府罪名，屈死伫狱中。迄台东的哈，啊，台东海山寺还是啥物？朱韩法师等13个，被无止共产党人混入政团，拢予掠去拘留啦。啊，应顺法师，迄个出名的哈。印顺无咧插国民党诶，印顺是杜作古法开论，就是袂得啦。讲哦，你内面有咧共产党诶毒素，哦，不得不来修正哦。对安尼一直，哦，以后一世人拢互特务甲伊监视。东初法师、乐观法师、大同法师，因为国民党特务威胁，搁要将有诶走去日本啦，啊，有诶走去东南亚啦，无法度啊，无多难度，台湾真歹大。至于甘心互国民党政权雇佣诶。花香袂少啦，袂少。大出风头者有五名法师，咱嘛连哦，张家岳父，岳父这总团不够的。
啊，上摆就是先魂法师，啊，甲台中迄个威格法师，哦，这先魂做甲国民党的中评委呢，哦，一个真正慈悲为怀的出家众，绝对甲被压迫者的台湾人徛做伙，伊毋是，伊甲独裁政权徛做伙，伊也阁对一轮回啦，啊，未幸福啦，也中国佛教会，吼、哦。佫是一个政教不分、受利用的机构啦。我捌本身捌二三十年前就捌甲中国佛教会接触，要请因安尼甲基督教一个做和平一谈话吼，哦交谈。啊，我出面讲恁这张乐辉牧师吼，啊教授，大家都台独分子，禁止去。啊，敢若一个上开明的，迄个。啊！伫代代咧做教授的女儿的二哥，哦，啊，最后甲我做一起，啊，伊这个女儿，伊是美国 Wisconsin 的 PhD， 啊，的博士。但一贯到这个战后啊，来自中国的秘密小的宗教，啊，伫几类宗教叫做秘密小的宗教，就是伊入会咧有咒诅，啊，伊那起始灭道，灭道不现，愿受天诛地灭，还是天？这款就是黑道的人的邪欲啦，啊，宗教在利用，所以国不中央甲规日伫秘密小的宗教，就是因为伊的入会咧足严格，所以进入一贯道的道亲，若要跳出来，心内真艰苦，跳袂出来，啊，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安尼规日，二十世纪八零年代，哦，中国部分的内政部承认以前，这五百雄解套办的啦，拢是白吉白色恐怖统治下面的受害者，当局。要甲伊入罪真简单啊！啊，就俗称这个阿能教，因自称做天道，因讲因咧聚会时男女安尼脱衫脱裤十交，危害社会良师，所以安尼要甲你啊！我伫只讲公道话，一贯都无遮啰嘿，一贯都人因的迄个点团体也好，各种的迄人安尼规规矩矩嘿，男女有事嘿，啊，国民党为着要甲因迄个甲糟蹋，就安尼先甲讲，哦，伊都唔捌啊，安尼我袂讲夭寿骨，哦，啊，所以吼，哦，台湾南部一贯都保公祖的王修甲萧江水，就是安尼，互警总关于牧师友的罪名，甲掠去法办。一贯都伫1947年，入台湾的组派有保公祖、基础祖、法律祖、文化祖、金公祖，今仔日已经发展到将近50组派。1963年5月5日，第一遍予警总下令查禁一切活动，理由是妖言惑众、败坏风俗。啊，所以这兵啊，吼，这军事统治就是安尼生啊。1977年2月，警总宣布侦破保公祖的王修，伊是领导前人，甲萧江水总经理不法的消息，关照牧师友的罪名，因又个，哦，这种事实咯，这种历史嘿。咱唔通甲袂记哩，又搁被逼，伫迄年的12月7日，会同啊，陈金雄天才，这是夫妻，有天才、地才、人才，天才甲古典才、地才，伫台北市自由之家宣布解散伊的组织，被逼的啦，啊，被逼的，唔是甘愿的。特地注意者，就是警众迫害对象，拢是台湾帮的啦，拢台湾系统的，因遐中国系吼，嘿嘿，不动如山，足无公道的。哦，予人感觉遗憾的，就是一贯道道亲教单，也搁甲古早咧迫害因的国民党，吼，足接近的。照理讲，伊应该甲被压迫者徛做伙较对，搁毋是咧？啊，即马一个甲偷棒升任了后，拢甲国民党徛做伙，无咧甲台湾党徛做伙，哦，啊，这就无志气嘛。后来，关于对台基督宗教、天主教甲基督教方面咧，天主教伊的名叫做 Roman Catholic Church。入世纪八零年代，有三位神父和国民党政权驱逐出境，彰化县罗厝的郭家信神父，伊是安那方驱逐出境。咱知影郭武新是宜兰，吼，哦，迄真勇，因为郭先生是足好，我伫美国捌甲伊见过面，讲过话。啊，国民党要甲你啊，啊，陈菊现今的高雄市长是伊的秘书，走无路啦。什么人回避啊？就是郭家信神父，秘伫遐袂得啦。啊，这个神父啊，甲拘着出境，
啊，搁一个新妇，嘛是同款台湾心的，叫做金化民，啊，甲哭着出境，因拢是认同台湾本土的美国马尼罗会新妇。这个美国台中的马尼罗会讲台湾话，剩的拢讲北京话。北京话吼，咱这过牧师就知影，伊咧教历史，北京话英文叫做 Mandarin。台湾囡仔即马拢咧讲满大人的话 ，Mandarin 就是满大人的话，或者 Mandarin 呢？你来知影呢？啊，清朝的官话或者 Mandarin， 这才是不三不四。但是无故吼唔讲咧讲满大人的话，啊，台北囡仔拢安尼想。啊，所以要搁一个，要搁一个，以今马赫准神父。中暑劳工运动，伊伫高雄咧做迄个加工区，为只劳工争取，安尼袂得啦，嘛甲讲，拢所以国民党拢甲财团徛做伙啦，无甲只比阿伯只徛做伙，要甲农民，无甲劳工徛做伙，啊，甲佫着出镜。至于天主教、中国主教团，你毋免讲啦，非常亲国民党政权，上代表性的两个人就是宜宾按伊主教、劳工总主教，国民党的中评委呢、中常委呢。做甲遮大，宗教家无甲台湾人徛做伙，真可惜。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啊，这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是历史上国民党政权压制的上彻底的基督教的教团。伊的经营总干事高宗明牧师，因为美利都事件受军法审判，判五年外啦。关于长老教会部分，已经有另外一篇文章要讲啊。新约教会嘛，伫新约教会嘛，伫二十世纪七零年代末期到八零年代以后，受尽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凌辱。比如讲，1979年9月17日，国民党用特种部队去包夜山、草山，规个锡安圣地安尼啊，互用甲密密麻麻。恁敢知影是甚物原因呢？咱知影即个新约教会的会友吼，大部分是对主的所分裂。即嘛叫做召会吼，教会主所分裂出来，啊，怎啊拢变作新约教会信徒？迄个时咧操算的时，至少五分之三强拢中国人咧，拢做过兵的人咧，拢做所造言咧，安尼甲操算。啊，当然伊唔惊死啊，讲我为着国民党服务，我今仔日国民党对待我安尼先，伊就甲伊服啦。啊，理由就是讲有游击基地嫌疑。安那讲呢？因为这安全局长吼穿便服，啊，甲一寡这特务吼去看因咧，就讲哦啊，这条山后迄个瞭望台，啊，就拢一寡这老乌啊，替我军人去遐住，啊，后鱼池啊，哦，啊，池底啊，池鸡，敢那一个游击基地咧，啊，煞甲报讲有游击基地嫌疑啦，袂得啦，用一连的特种部队去啊抄山，结果有抄着枪无？无半支，有枪支无？嘛无半粒。啊！伊不着急不休啊！哈！啊！国民党就是见效当手机，啊，怎甲赶落山？所以，哦，1979，哦，这个抄袭安山了后，哈、哦，1980年5月7日以后，强制撤出袭安山。信徒因安尼，危机四伏的驾驶小南河滩，头啊住伫低调啦，后来到即个小南河滩，即已经灭穿迄个河床，暂时住遐。啊，伊若真古锥啦吼！伊住遐个时阵用天度住，我足团结了，全台湾的迄落拢载布棚去，啊，甲布棚甲搭一只敢若船啊嘞！啊，恁毋知捌去无？搭一只敢若船啊，写讲出埃及号，出埃及号。我吼，我八月吼，上旬有一本册《五世界犹太教》啊，我讲即五万即本册内容会当激发台湾人吼，有一个出头天的情怀啦哈！甲、啊、写一个出埃及号呢？吼、哦、啊！伫小南河村，国民党看到足解叫的咧，就伊甲拆几啊遍啊！啊，岘山居民吼、哦，对他以后各国势势对抗国民党政权的迫害，直到回归岘山为止啦！啊，1985年11月，全台地方公职人的选举，岘山居民发动大规模的抗争，为着安尼当局逼迫，伫李登辉前总统哦执政期间。将锡安山掀开，这个1985年11月吼，我拢要搁咧替这民进党的人做算啦，啊，因拢搭场哦，这锡安居民拢举旗啊，徛伫因的台下卡，叫人唔当选了国民党，唔当选了共，搭场哦，唔是一场的了哦，全台湾哦，
哦，是足勇敢，哦，佫唔是台湾人哦，佫是新住民哦，啊，佫兼咩？佫兼救助，当然基督徒袂得讲救助，啊，因救助，啊，因有救助，啊，啊，所以伊国不将伫李登辉的时代行因啊。不过，锡安主民伫东方先知安以利亚领导下面继续甲即个暗色的政权进行抗争，并且伊就世纪大冤案。因讲因和国民党糟蹋，这是二十世纪的大冤案，来规范锡安山的事件。啊，这款历史吼，大家袂使袂记得啊。上列种种压制台湾社会诸宗教的事实，拢在证明，这个来自中国的国民党外来政权违反宪法赋予的宗教自由。历史指出，世上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拢无法度当压制住正统的宗教。对于比宗教人的信仰对象比神，甲伊绝对价值较伟大。啊，你神何里袂迫害你啦？啊，即个独裁者拢死翘翘，神都袂死咧。迫害宗教的独裁者拢伊拢死翘翘啊，唯独心灵永生不死。啊，即款的功课，你国民党嘛爱小可学咧。啊，所以吼，就是唔捌字，才会迫害宗教。后来过来，咱来看长老教会。我写较清楚，咱来个清算一下，看安那糟蹋这个台湾新的长老教会哈、啊，比压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个不是我家己写，人叫我写哈，哦、啊，指定讲要写这款的文章，咱一项一项来个清算。远、啊、比所谓中华民国吼、啊、Republic China 俄罗斯这个外来政权的诞生更加早，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人阮吼，伫1865年就已经。台湾就已经有了呢，啊，伊当时，啊，因，啊，伊19世纪，伊1921年才有啊，哦，啊，所以吼、哦，阮比较侪岁啊，啊，伫1985年就立足伫台湾咧布教，回顾日本帝国统治台湾实行军国主义的皇民化运动期间，当年长老教会甲新竹人员捌受过迫害，我讲一个实在代志予恁听。我有去编一挂资料，1915、1925、1935，会长老教会圣诗，最后一首有《启明家乐》，有《启明家乐》。日本时代做礼拜嘛，就吟《启明家乐》呢，吟日本国歌呢，啊啊，真趣味啊啊！后来你唱一个，来唱日本国歌。我今来唱日本的国歌《启明家乐》吼。君が代は千代にや千代にさざれ石の岩音なりて苔のむすうまあれ。这我怎么唱卡无20年，才18年啊！啊，这台湾这太平洋战争才结束啊，1945年啊，过来无唱啊！欢喜欢喜欢喜！我那唱有对啦，不过袂记得啦，敢那第一句知影呢尔哈。啊，拢这拢是历史的事实。啊，这首诗放伫长老教的圣诗第192首。哦，做礼拜时有那代吟。哦，伊伫当时足侪基督徒拢唔忙啊，唔忙中国啊，祖国赶紧来光复啊，拢咧做中国梦的一个梦想症。唔知影讲伊比日本政府较弱哈、哦。啊，不过这个祖国梦对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1945年中国国民党政权。占领台湾，1947年发生二八事件，中国人肆意屠杀台湾社会精英了，完全醒起来，梦醒，惊觉狗气低来，中国人的邪恶殖民统治对安尼开始，尽管为时已经暗，已经晚，却也领悟二八惨案，主要是阿斗甲土匪统治受灾结果，啊，当时台湾吼，台湾人。哦，日本人教甲大家都受灾哦，我拢真有规矩。啊，中国边个来搞的拢无规矩哦，拢无规矩。迄是我会当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因为我亲眼看见哈。老一辈不禁感叹，
和日本人管啊，总比和中国人管较幸福。哦，这老大人的话哦。1945年，中国外来政权开始统治台湾的时阵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已经驻军伫台湾已经80冬啊啦。1949年，中国政权中国改朝换代啊，共产党取得政权，战败蒋介石领导中国国民党走路来台，为着要强化伊的残忍专制政策，用长达38年的戒严令，那挂金门金门倒了40几年嘞哈。今年伊的白色恐怖通知，对迄时开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正做这个外来殖民政权的眼中钉，为着是这个教团认同本土。恶德受因的同化，讲道音师拢用台湾话啊，即马唔是啊，即马张汝教会对落个，拢咧讲迄个一满大人的话哈，讲、北京句。当时关心台湾的安危，最讽刺的一件事就是蒋介石甲宋美龄拢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伊属伫维利公会，却对伫台湾基督教会十分猜忌。自66年来啊，自1945到2011年，这个流氓政权如何压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及伊信徒，历史拢有呈现，我下面就是较清爽。以及蒋介石当初长老教会蔡培慧、陈树棣要做欢迎祖国光复的歌，我唱有对哦，我会记得一台湾今日庆生平生。享受青天白日青，你捌听下无？我国小的时阵在唱的啊，向左蔡培慧啊，什么600万民众快乐，何将但是表欢迎啊，接下来欢迎一个哈，海了了，所以我嘛做一首单游诗啊，历史的迄个台湾话的诗来滴，我因为我欢迎过中国兵啊，所以学生做学生的时阵。迄个时阵国小3年啊，学生排队车头前，诚心欢迎中国兵，担顶担走镜头前，看到心肝冷一边啊。这拢事实的，我无别讲啊，是我本身的经验。所以迄个时阵人因有唱，我足济哦，什么台湾台湾咱台湾，海真宽山真高，你捌听无？大船小船的路关，远来人客讲你水，日月潭阿里山。剩的我袂记哩啦，这拢单数底甲错袂会因做哟，因做的死哦。二八了后，这些歌拢无咧唱啊，拢无咧唱啊。所以这是一个事实。过来咧，林茂生、刘烨博士、台湾大学文学院长、徐春庆，这拢基督徒。台北市参议员张七龙，伊即制宪时代国民党代表，花莲县议会的议长，意思也是一个长老，足热心的。萧雕金，高雄共产教会牧师，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长，陈连通，淡水中学校长，等即几位长老教会精英，竟然对伫中国的期望太大，伫二八屠杀的时阵，死甲不明不白，即拢长老教会的了，长老教会精英的那村的。诶，高俊明的表兄弟两个同日互人枪杀，迄拢无讲哦。及至蒋介石就20世纪四大刀夫之一的独裁者，失去中国大陆，走路来台湾了后，大先是吸收北部长老教会，一群优劣的牧者做走狗，因是日本时代台奸，战后也变台奸。我莫讲名啦，讲到安尼实是真伤心啊！又搁往南部长老教会的牧者许浩，前台南市内院长黄宗辉，会当伫1960年代开高堂吼，那个叫开高堂吼，蒋介石礼拜堂做各外这讲道的公布，就是咧买收南部的牧师的一个例啦。但是对这年代开始，中国国民党政权开始孤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国际社会，为什么？因为1967年内政部要员康俊平担任台湾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列席第14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在地主的中间公然煽动议员退出普世教协（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简称 WCC），
啊，我伫遮做一个历史的迄、那、落、個。咱知影今仔日台湾基督教有一个总会，总会是安怎开始？就是对普世教协的好诶，即个基督教合一运动来，叫做 Ecumenical Movement。所以台湾有特别响应讲啊，咱卖有南北大会啊啦，来做一个总会，啊，所以才有总会的成立。啊，结果你看正式派人讲，咱得爱退出普世教协。虽望五会议员绝大多数拢无互政治威胁吓惊倒，1970年的总会却互人被迫退出普世教协，并且伫声明书中加上一句：坚决反共是我教会一贯的立场。哇，夭寿过来哈！对安尼，长老教会的信仰非但受政治污染，全国长老教会开始受到政治单位的特别的照顾。我吼，甲恁讲一个事实啦，毋是所有长老教会牧师长老吼拢台湾心的啦，足济拢国民党的走狗啦。伫这边的总会49个，40个牧师甲长老，徛伫国民党迄边，300几个徛伫台湾人这边，反对郭尊明做总干事，选举拢输。哦，讲到迄落，哦，啊，哦，迄才是用无所不用其极来做得教会。啊，所以咱唔通想讲，长老教会拢真清气想，嘛有真垃圾鬼的人啦，啊，无有台湾心的人，啊，甘愿摕国民党的钱做糟糕，日本时代糟糕，战后也要搁咧做糟糕。入世纪70年代。台湾国际地位和极端的危机的中间，长老教会凭伊的先知性的良知，唔惊戒严时期中国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先后发表3遍的政治宣言。1971年12月29日发表国事声明，联合国和 United Nations 在1970年12月25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哦 PROC 啊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初代 ROC 中华民国为统治中国合法政府，台湾因为安尼受孤立伫国际社会，无人要讲话，教会就来讲。所以长老教会为着关心台湾的安危，因安尼发表这个声明之后，台南市立医院副院长一个英国宣教师 BB， 被人驱逐出境。啊，所以这 BB 吼，伊要离开台南的身哦，哦，唱迄个 We Shall Overcome。啊、哦，我们要征服 ，We shall overcome， 安尼。咱遮可能有真侪长老教的信徒哈，伊、哦、知影这件事。后来第二项，1975年11月18日发表我们的呼吁，国事声明发表了后，各地长老教会不但受国民党的敌务、监视、甲干扰，嘛进一步啊，没收长老教会无故的圣经。啊，迄、那个孙嘟嘟吼，有人翻了一本圣经《新约安培》啦，看起来甲毛泽东语录拢共，啊，只比甲没收了了，啊，没收了了，啊，啊，唔难安尼先哦，人礼拜中间正式安尼甲糟蹋咯，只比迄落。1974年啊，东部和平乡原住民，伫礼拜时阵哦，警察公然进入礼拜堂，抢走台儿族的无辜的圣经甲圣诗，这全世界无的啦，只有独裁国家有。1974年1月，警总特务率领警察进入台北市圣经公会，没收2200本台语罗马字圣经。啊、哦，一千，卖互你讲台湾话就对了。啊、哦，干那要，互你讲迄个满大人的话啦。啊、哦、啊，1975年，总会议长王南杰牧师前往大中关和平乡主持原住民传教士的时，竟然被警察人员阻挡。王牧师真勇敢哦，阻挡这里阻挡，我照开无误。长老教会忍无可忍，发表这个宣言。啊，咱知影长老教会，伊对台湾的现代化贡献足大，毋是讲我做一个长老会的会友吼，就是我有写一篇文章伫啊台湾文献，啊，这王金珠的先生伫遐做馆长的时阵吼，我啊台湾文献内面，哦。促进台湾现代化的台湾基督教教会，台湾第一个反对白卡，反对台湾妇女白卡，
反对鸦片是长老教会开始。长老教会引进现代世俗的教育，大学就是神学院，中学哦，南女中、中英中、学中女中、淡江中，这拢总是长老会讲的。长老教会帮助台湾人会晓人道主义的服务，第一个蒙人福利事业，什么人引进的？威廉·坎贝尔、甘威廉牧师，对英国地点技术的迄落来。所以这个人，咱个纪念是台湾蒙人福利之父。台湾当时有足济泰国病人，就是麻风病人。什么人在当前？台湾人吗？不是，用迄个报应观念在甲看啊、哦！你这得泰国病，这报应啦啊！家己咧不幸，爸母麻风热。当前伊个就是一个宣教书医生，叫做 Gashute 啦。新老病院长、马街病院长，伊伫台湾起两间泰国病院，一间是乐生医。日本政府后来可以讲啊，阮日本政府无咧做这真见效，因为日本兵伫医生伊知影，讲无你这样话啊，我即块地皮互你，伊怎啊伫我住附近的敖山湾哦，八里敖山湾起一间啊泰国病院，所以伊是台湾泰国病人福利之父，就是戴金秀医生，张若辉讲的。第一个帮咱台湾人唔捌字的，当时台湾的教育无普遍。真紧就看，也要看杂志。任圣师读圣经的，也是马医生哦。马医生，伊是第一个台湾的这世俗啊医疗的这个医生，伊引进的。伊上一代迄个亚洲，会当讲亚洲第一代印刷机，和当时叫做朱金东的台湾教会广播社印刷。啊，什么人退回来？巴克利退回来。啊、哦，马医生买的哦。Thomas Buckley 对英国甲带转来，发现伫1885年，用这个文字教育台湾人，啊，互伊捌字，啊，印一个杂志叫做《台南府城教会报》，1885，看偌早，咱是已经是21世纪啊，1885，就亚洲第一杂的杂志，啊，所以这个拢总是长老教会对台湾现代化讲的。结局白话字不是普通的东西哦，罗马字是台湾人的文字哦，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呢。教会甲废掉，现在大家都给他看汉文，这是对不起祖先。所以罗马字这是文字呢，我讲几个例给您听。那日本它是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它国本中就用汉文啊，但是为了要发展日本本身的日本话格，日本人用卡达卡纳、希拉卡纳，卡达卡纳就是用外国的这个注音用卡达卡纳、希拉卡纳做日本的文字，伊家己发明。台湾人要捌字，有哪只特罗马字，所以上早的教科书，除了这个1885年台湾府城教育部以外。中英中学第一本的教科书《三字经》被为注解，伫1890年，哦，这个 George Ed 第一任校长写的，啊，我本身有两本，当然是这个 copy 啊，吼，一个原版本我捌看的，但是无在当地，只有去图书馆才找有。第一本内外科护理学，就是迄个台湾麻风福利之父甲修体来写的。当时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1917年写一本内外科护理学，用标志写的哦。两年前中间大学的医学院的一个教授留级的特别来找我，他知道我有一本原版本，我就去 copy， 他看一个足就惊，他说哎呀1917年的医生那解剖学比现在的医学生更加厉害，那图片什么清清楚楚，更是彩色的。啊，这本书我在古册店买啊，用真大的代价买，啊，连马街病院都无，敢若我有。结局那本书就是战后无偌久，对马街病院流出来，那才是爱抓来讲假装，啊，唔捌报。错不会。哦，后来伊变国民党的要员啦，吼，即咱卖讲伊的特色啦，哈。为着要教育台湾人捌字，
1925年写一本《十项关键》，用标志写的。伊讲台湾人要捌汉文，要捌字足慢慢，标志上紧。台湾南部医疗团导师一个医生，毋是正式医生，伊是汉地医，伊对这个妈，这个男医生学的，是颜春安的老爸颜振兴医师写，1941年台湾南部医疗团导师标志写的，多聪明，有请人家用汉文翻译。所以标志吼，我感觉教会即摆废掉标志是。哦，张牧师有啦，伊足注重标志，实在是对不起咱的祖先。这是文字呢，不是拼音呢。咱家老老师，哦，请你会记这项。结局国民党知影这个利害关系，一挂标志的圣经圣诗提了了，所以国民党发表这个宣言啊，发表这个宣言，所以无法度啊。这个宣言就是安尼先发表的。第三个宣言，哦，这国民党搞个这次上厉害。这无抓一个牧师去关袂使。1977年8月16日发表人权宣言，台湾百几个基督教派吼，无人哩做，敢若张乐会上好胆，为美国甲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台湾的安危所发表。教团为着安尼特别声明，促使台湾正做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哦，这是咱的努力啦，咱努力。张乐会伫1977年就讲啊。直接用国民党政权的国统纲领调整，对安尼国民党政权加强对教团的监控，伊的小工会佫较要求教团名称的头前爱加一个中华民国。雷正波唔捌字啊，好个再只牧师讲啊，阮比恁较早出现的，我咧插你中华民国，都台湾啦，我唔改啦，所以哦，物体伊要正式要求我国门来哦。哦，不输台湾，真正新一代国家用语，卖阁讲啊啦。但，我张乐教牧师甲拒绝。1978年，五位北部牧师伫北部大会中提案要求取消人权宣言，即遭到牧师啦。结果以65票对13票受否决。1978年3月28日，第25届总会伫台南市内召开，之前啊，国民党政权用尽办法利诱。误会议员要求否决人权宣言，当协调无效的时，内政部民政司长纪伯君恼羞成怒，我的人权讨论站起来讲，我们要抓人了，我们开始抓人了。牧师有怕吗？无怕啦。开会期间，让国民党利用的议员运作罢免总教恩师高宗明以及否决人权宣言议案，投票结果几票？高牧师以255票的高票对49票，遐糟糕的迄、那个啊，继续连任总干事嘛，用235票高票对49票通过人权宣言，所以可见迄49个哦，一票都无走的，迄就是教会的糟糕。但即马吼，总统选举要到啊，人一票都未走呢，啊，台湾人吼，500块、1000块、2000块就走伊安尼，咱吼，咱的命运家己爱决定啦，唔通互用钱买去嘿。啊，国民党的钱拢是咱辛辛苦苦的劳官钱啦。啊，这拢事实，这都证明，即届总会有49位台干议员参与。1978年5月9日，内政部要阁为即个函发函纠正，但叫做叫总会哦，终日出现。国民党政权用尽办法对张乐教会的压制。1979年世界人权日12月7日，台湾反对运动人士伫高雄市举行纪念活动啊，抗议国民党政权的独裁专制。当局有计划设施恶道，制造事端，啊，王玉芬啊配合啦，然后再出动军警定波。这个数千个美丽岛事件，事后除了黄信介等20多位美丽岛。系政团人士受理以外，张乐教会总干事高宗明、甲参与者林鸿选、林文鼎、施水云、黄朝辉，就进入澳门蔡友全、柯天田。哦，柯天田拿来教会主持礼拜时受理，经依军法审判，被坐监。免受监禁者，毛贾秀雄、董宗林、万祖英，这是我的学生，我甲报出来。
多忙半年后，我本身去甲带出来，因为迄阵我伫新来咧做教授，惊伊有碰伊吼，所以安尼，拄拄对一日足足，因为多忙半年后对警总交互即个刑事组啦吼，我去甲报出来。1980年2月28日，台北市发生政治谋杀灭门惨案，事实伫军事法庭，受审的林永乐师的老母甲三位查某囝被杀，敢若中路犯禁急救幸存。这座乡体后来成做长老教会7000中的义工教会，啊，我是义工教委员，伫阮我做委员的手的中间甲买起来。自从1980年4月郭正牧师受了以后，长老教会的牧长甲有志者就发起受难家属家庭礼拜聚会，会中听主探监家属的报告，甲关心大道，5年来从不间断，笔者长期参与，无一遍缺席。因为我是想讲照顾政治犯牧师的责任啦，啊，我若袂当，若无胆，啥物人要做？因为我较自由，我伫新来教册，啊，若牧会牧师是无可能啦。内面足侪国民党的信徒阻挡牧会牧师去做一款代志啊，所以我足自由。回顾1980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笔者毋惊国民党特务的监控，邀请全体美丽岛事件受难家属。伫我的宿舍做伙聚餐，因为气氛互人真感动，又搁连续2年伫新南一班，加以互相关怀甲鼓励。之后5年间，毕加也因为特别受特务人员的照顾。对迄件事了后，2礼拜、6礼拜，警察都来一遍来找我，啊来拢送物件，迄是客人啊，或者杨宣全，我用伊的名，甲只讲你吼，若要报吼。报较好咧，啊，我就是我，啊，我唔惊你报，也一关我嘛唔惊，啊，真麻烦咧，真麻烦咧，你若插到这政治犯的牧师，拢甲你监控，哦，你吼，拢甲你威胁你哦，啊，你若唔惊死吼，台湾人大家若唔惊死的，直接国民党就倒啦，哦，这是事实。记得1970年1月间，长老教会平明敏教授逃亡海外成功。就是受到台湾新南院的汤培里教授 Prophet Miro Sonberry 夫妻订立合作下完成的呢。虽然是日本人可以护照寄出去，真正的功臣就是这个汤培里。在长老教会，伊为你公会牧师，在长老教会做教授，哦，在我服务迄个教会底下做教授，限伊24小时离境，看有外酷刑无？是咪人报的？哦，讲袂了，就是当时新南院受连累的人几下个啊，啊，实是我卖讲人啦哈，因拢要活嘞啊，啊，好，事后汤邓教授全家和国民党政权2小时内拘着出境，淡水关商管理学校校长潘秀元就是潘明明的大姊啦，被逼辞职，伊嘛袂使做校长啊，啊叫一个国民党个啊。啊，个外国工资出来来做校长，做到顶年啊，较下台啦。伊嘛是我的学生啊，比我较济岁啊。大概恁拢知影啦，我免讲名。由此可见，长老教会所引发政教之间的紧张，毋捌停止。但是目的是啥物？徛伫台湾人这边啊。1986年，民主进步党成立，江平建律师为首任的党主席，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哦，一个受套房就正做党员。1987年，伊长达38年的戒严戒治，政府却以国安法加以取代。2000年，民主进步党取得政权，但是国会立法院还阁是由国民党所控制，重要法案无法通通过。2008年，国民党再度取得政权，但追逼总统一个牛人就互抓去关，伊故意的啦。啊，头家就是中国共产党，哦，叫马英九去创的啦。啊，马英九的亲中借台政权，实行民主倒退的政策，表面上看来政教之间关系那就真平静，但是无平静啦。马英九分别在2010年、2011年访问长老教会、凤山教会、甲台北的三芝双联教会老人安养院，啊，迄不过是一场政治秀那顶啦，毋是长老教会人咧插面啦，啊，李子里对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还阁是继续咧监控。2011年6月，前总统李登辉被特征组罗织罪名起诉，
这是完全保罗马研究迄种笑里藏刀哦，诶，这个哦，要摆渡台湾人的急症心态，为着安尼对敌啊，这个啊，地力主张台湾独立建国的长老教会，哪有可能甲你放过啦？所以继续伫遮咧监控，继续伫遮咧糟蹋。后来啊，这是要未发表的文章两篇，啊，予咱遮学员大声读。这是台湾教协会将来的一本册啊，啊，来攻击这个国民党统治台湾六十几年来哈，啊，安那样啊，安那样糟蹋哈，整个哈，整个台湾人的一个具体的历史资料啊。多谢大家进来哈。原来想讲要阁读几首诗予咱听啦哈，啊我看无时间通读啊哈，好，安尼多谢大家。起立，立正，行礼。多谢，请坐。加杯。